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个六位数了，它的首位数字就这个，首位数字是一，啊，另外哈，这个是五位数了。如果把首位上的一哈移到个位数，就变成哈 n， 这是五位数 ，r 加一个个位数，这样也是六位数。移到个位的时候所得的新数，这个新数哈是原六位数的三倍，也就是这个数是这个数的三倍。那这个数哈是多少呢？这个数啊就是十 n 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个位数呢，实际上是十位数嘛。哦，你把什么呢？你把 n 哈这个五位数的话，把它乘以十，就是这个数了。就是这个是这个算是 n 零了哈，加上一嘛。啊，这个是从十位数算起，所以这 n 零的话，实际上就是十 n 了，就十 n 哈，啊加一。哦，这个是新数哈。是什么呢？旧数，旧数就是一，这个呢，这五位数嘛，所以是一，啊，后面五个零，乘以十的五次方啊，好，啊，再加多少呢？加这个 n 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求这个数了，那我把 n 移过来，就九 n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这一个一后面五个零，减一的话就是九，五个九了。就五个九，一二三四五嘛，五个九啊，不对，他是说哈，这个是后来的数哈，是原来这是原来数的什么三倍啊？我忘了乘三，三倍，三倍哈。他说对调以后所得的新数哈。所得新数是原来六位数的三倍，哦，这三倍，所以呢，这个十 n， 啊，这是三 n 嘛，把一过来，十减三就是七，七 n 等于多少呢？这是等于三，啊，后面呢五个零，减一的话就是二，啊，后面呢五个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五个九，那这样 n 就等于多少呢 ？n 就等于哈，把它算一下，二后面五个九，一二三四五嘛，除以七，等于四二八五七，四二八五七啊。好，那这个六位数多少？就把这个前面加个一，所以原数是多少呢？一四。二八五七啊，所以答案是一四二八五七。